如何快速折衣服？待在电脑前的你爱做家务吗？今天几分钟网将传授你民间极具精华的独门小妙招，教你如何只用7秒钟折衣服。专柜小姐的水准不容错过哦。你将需要短袖衣服。第一步，找准衣服腹部中间线，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。第二步，找到肩上中间点，用左手抓住。提示，中间点可以由自己定，但离衣口垂直线要间隔5厘米左右。第三步，从肩上中间点向下做一条垂直于下摆的假想线，左手同时捏住肩上中间点和假想线交于下摆的那一点。第四步，将衣服翻一个身，把另一个衣袖折进去，就大功告成了。第五步，我们流畅地再来一次。你知道吗？衣服的衣字上面像领口，两旁像袖筒，底下像两襟左右相附，为上衣形，是一个象形文字。